们台湾诗人团第一系列的压轴场。那有人跟我说，台湾来谈创新力，再来谈这个原创力，然后来谈文化力，谈社会力，都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但是面对香港，台湾谈什么经济力啊？有吗？我也不知道哎。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台湾最厉害的经济专家高希君教授搬出来了。台湾有一句话叫做“话最会当，海水会动”，意思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开口讲一句话，整个湖面就冻结了。那台湾有一个人就是高希君教授，你知道吗？讲台湾没有看过天下文化出版的书的人应该少之又少。高希君教授所创办的《远见》杂志，他的城市评比这个项目呢，让全台湾的政治人物都胆战心惊。这件事情让台湾的政治有了新的发展。那在开始之前，我就先请我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也是台湾的经济专家朱熹处长跟大家说几句话。高教授、李主任、各位先进、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午安。那今天呢，我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台湾驻香港的单位，那么这个诚挚的欢迎这个高教授还有王发行人来香港访问。那我们都知道高教授这么多年以来，那么这个一直推动很多新的观念，帮助台湾朝向一个现代化的发展。那我记得大概应该是1977还是1978年，那个时候我大学毕业，我就学到了有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好像是 Freeman 这个讲的哈，但是经过高教授的这个推广以后啊，在我们台湾对我们很多人的这些观念啊都有所改变，那个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句话我想在所有在台湾的这个朋友哈、啊、在待过台湾的朋友啊都有听过这句话。那么今天我们晓得这个高教授要给我们讲说解读台湾生命力哈、啊、不禁让我想起啊，最近在台湾有一个字哈、啊、是最通常用的，叫闷啊，说这个经济哈、啊、发展哈、啊、叫闷经济啊，包括我们行政院长说，很多人说台湾现在发展闷到极点啊，所以是闷。这个闷好像听起来啊跟这个正好是一个生命力的相反。那我想我们今天很这个非常荣幸啊，那么由这个高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台湾到底是不是真的很闷，还是台湾充满了生命力。那么我最后呢，我要在这里呢也要借这个机会啊，感谢李主任跟他的团队哈、啊、做这样非常完善的安排。那我最后也祝福大家今天下午有一个非常丰盛的知识飨宴，谢谢。谢谢。我们把台湾话最当的重量级专家请来。那香港，我们这个传单发出去的时候，有人问我说：“李鹏飞是那个飞哥吗？”我说：“对，就是那个飞哥。”他们就问我说：“那你怎么请到的？”我就只好告诉大家，不是我请到的，是周玉清先生帮我请到的。所以，是不是我们就请飞哥，就交给您了？这个我跟高教授认识是因为他跟我都是蒋正的基金会，就是辅助国内的多数啊国内的朋友啦去留学。那其实啊，高教授是我们的主席，开会的时候啊都是他主持，所以这么认识了很多年。但最近那个关系跟我讲，要高教授要来演讲，讲解读台湾解读台湾的生命力，那是很好的题目啊，所以我立刻答应。这个因为要做很多的 research， 我平时做节目多得多了，有关于高教授了，所以令我对于他很奇怪。这个高教授这个人，他当然是大家都明白经济学家、教育家，还有远见家，不是怪是你的这个，就是我发明的，远见很有远见。那但是令我很 surprise 的不是这种，他得过无数的奖啊，这些都是 no surprise。 What surprised me， 我不知道都因为你啊，大概是50多岁啊，最多60岁，认识你这么久，不知道你比我更大4年。我是在香港水果金已经拿了3年水果金，
但是我看你朱颜有书吧，是不是还是非常年轻的，是吧？但高教授的高筹远见多才多艺，我是很欢迎也很荣幸能够做你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这个高教授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也是经济，就是好像朱处长讲的，是经济一把手专家。今天是大家一个好机会，也是我们学习的机会，因为他要讲这个题目啊，很有吸引力。希望大家用掌声，热烈的掌声欢迎高教授来解释。这个每一次到香港来啊，这个我觉得特别的这个亲切，原因是我的内人，就是我的太太或者我的爱人啊，他在香港出生的哈、啊，所以我是香港的女婿啊。唯一的遗憾呢，我不会讲广东话啊，所以他觉得我这个女婿不够纯粹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就在同一个这个场合，看起来那么的熟悉，可是外面的景色啊仍然是那么的美丽。上次在这里对谈的时候啊，是跟朱金武校长，那个时候他还是当校长的时候，我们也有一次对谈。而那次讨论的这个核心的思维是讲软实力，在那个时候讲这个 soft power， 那个时候很 popular。 那么今天有这个飞地来主持哈，然后呢讲这个题目来尝试一下哈。那么我第一次，因为我是by the way，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 background 哈。我是生在这个南京，第二年的时候呢，南京大屠杀呢这个产生了。我不讲我的年龄啊，年纪，你们去查一下历史是哪一年。那我1949年，我在提供第一个线索，我13岁的时候，从上海到了台北，所以我有13年在中国大陆啊这个生长的经验，然后10年在台湾，从初二一直到大学毕业，然后当了兵，然后就出去念书。事实上跟今天在座好几位这些校长们都是一样。在台湾念了大学，当了兵，然后到国外去念书，然后呢国外也教书。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教书。那么当我真正退休之后，那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投入了这个所谓出版这个产业哈。出版产业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产业，没有错，可是它也是有无穷的乐趣的产业，这个等一下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说。好了，所以如果是我把我的到目前为止的这个生命的历程啊，刚好是 equally divided 啊。现在我就把数字讲出来了，我做了一个加减乘除啊。我38年在中国跟台湾，39年在美国啊。那么从现在开始，我这个中国的分量会往上加了，对不对？因为美国呢我就很少再回去了。好了，作为一个大陆人生在南京，作为一个台湾人，那个关键的13岁啊，一直到23岁那个10年是非常关键的成长期。然后呢，又到国外去，所以这三个地方我都充满了感情。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章，居然大陆的这个内部参考资料，要把它转载了下。我那个标题叫《相关何处》，就是我到底是南京人、大陆人，到底我是台湾人、台北人。或者到底我是美国人或者是华人，有没有？结果呢，我就想起啊，鲁迅讲过一句话，他说凡是你到过的地方，你都可以勇敢地讲那是我的家乡。所以这些都是我的家乡。然后呢，如果你要问我的话，我念的是经济，其实我最关心的是教育。所以我看到我们这边非常非常优秀的啊，我们的院士们，美国的科学院士们啊，都是念科学的。然后呢，他们当大学校长 ，After all， 你当大学校长当然还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因为你是一校之长，你可以把那个资源做非常有效的一个配合跟运用。我念的是经济，可是我最关心的是教育，我最向往的是和平，和平。因为如果是和平，世界和平的话，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台湾跟大陆也好，就没有战争了，有没有？我们现在常常听到和平红利的几个字，对不对？我们叫 peace dividend。 其实和平红利真正严格当初的定义衍生出来啊，当然是俄国跟
跟这个 Ronald Reagan 那个时候 Margaret Thatcher 都在当政的时候慢慢冒出来，说如果是两边的关系改好，大家把核武下降等等等等的话，那么就把这个钱可以省下来，然后呢做很多 peaceful purposes 等等，这是原始的定义。今天台湾跟大陆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和平过，这个五年以来，那么台湾的军事预算每一年超过3000多亿，是因为两岸的关系和平了，而台湾的军事支出、军事购买少了呢？是没有哦，不仅是没有，还希望要增加呢。那不是有点奇怪吗？和平红利跑哪儿去了呢？所以现在的和平红利不是那么一个当年非常一个 restricted definition。说啊，美国跟苏联关系改善之后，美国就会减少，随便说2000亿 equivalent 的钱，不要发展飞弹什么，因此这2000亿可以发展美国的教育啦、健康啦、什么 highway 啦、什么等等。两岸之间要把和平红利做个广义的解释，也许我们可以讲是 peace extended dividend。这话什么意思？台湾的军事预算并没有因为关系改善而直接减少，没有哦，但是。因为两岸关系的和平，使台湾产生了很多其他的利益，叫 derived benefits， 对不对？飞机直航了，哇，这个省了多少事哈、啊？这个可以 bypass 香港，有没有？从能源的观念讲，省了多少那个？可是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或者香港也有点担忧，说如果真的是哈，台湾不经过香港直接过去的话，在台湾的经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当然没有什么影响，对不对？一方面香港人很聪明，一方面北京也很笨，对不对？他只要开放一点点的话，这个人就来了很多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讲 peace dividend， 两岸其实有的哦，是因为两岸关系的改善有 ECFA， 对不对？两岸关系的话呢，有空间稍微增加了一点，然后呢，台商到大陆去投资，当然继续在增加。经过签过 ECFA 之后，希望有更多的保障之后，那么这个投资能够更去扩大，然后 in return。也希望大陆有更多的学生、更多的投资也能来。那这些真的是叫和平红利的，或者叫和平的 derived benefits， 这个现在慢慢的在进行当中。好，现在我要进到这个本题了哈，讲这个所谓解读啊，这个台湾的这个生命力啊。这个、我先讲一下这个宁静革命这个词。台湾有过两次啊宁静革命，第一次宁静革命是跟香港一样的，我们讲什么是个经济起飞。是 economic takeoff， 那么基本上从1950年的后期，一直到1980年代，所以将近这30年时间里头，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韩国、南海、南朝鲜这四个地方，在相类似的这个时间里头，啊，有不同的背景，那么投入了经济的发展，那么在这个四个发展过程里头，在那个阶段里头呢，台湾在那个四个里头。常常排名是第一跟第二哦，不像今天几乎到了已经第四了哈。那么这四个地方，这四个地区，真是非常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南韩跟台湾，因为面对的一个是北韩，面对这个中国大陆，一个很强大的力量，一个军事的威胁，所以这两个地方，特别是台湾呢，在那个年代，它的中央政府预算要3/4是要来用在军事部门的。好，香港 being an island， 新加坡。Being an island state， 相对而言人口也少了很多。那个时候啊，500万还不到，新加坡更少。那么这两个国家基本上走自由开放的路线，所以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头，经济有了很大的成长。台湾也走开放，但是不是那么开放，加上军事的力量等等，反共抗俄的意识形态。南韩有它的问题，它的强人政治和对面的北韩，以及他们本身内部啊有很多很多的争议，但是。By and large， 在那个时候，全市的经济状况是往上升的，所以水涨啊是船高。整个世界对于外来的、对于外贸、对于输出，对这方面呢是非常非常的欢迎。所以就在那么一个关键的时刻，这四个地方，啊，尤其就台湾而言，就很顺利的完成了第一个阶段，我们讲台湾的经济起飞，或者我们泛称嘛，第一次的宁静革命。当然没有留学，经济革命怎么留学？不仅是没有留学啊，而且是在那个年代里头，被认为这四个里头啊，可能是最亮眼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当台湾经济成长在那个长间这么长的时间里头，几乎有8%经济成长的时候，台湾的失业率居然从来没有超过2.5%，那是 incredible record， 而且它的
通货膨胀率也很少很少很少超过 3.5 的，除了能源危机那两年之外。然后更重要的是所得分配，在这个30年时间里头，我们讲 Gini coefficient 在这段时间里头是非常非常的接近。所以历史上啊，几乎找不到四个小龙，尤其找不到台湾说经济成长那么高，失业率那么低，然后呢外汇存底也很多，然后经济，然后这个 export 呢每年超过30%，然后呢所得分配是很平均的。所以在那个年代里头，大家现在怀念所谓蒋经国怎么样，有他的道理，因为这段时间是蒋经国主政的时候啊，那是第一个我们讲的宁静革命。好了，那个宁静革命 by and large 完成的时候，第二个面临的是大家一个中产阶级慢慢形成的，教育慢慢普及了之后，大家每一个人都盼望的，那就是个民主政治，那就是改革开放要进一步的那个推展。那么大陆是不是叫不是大陆，有些地区有些人会讲人权，讲人权，台湾这个是不大常用，台湾讲的是要民主啊，要自由，要言论自由，要聚会自由，要阻挡，要报警开放，是这些是那个时候大陆的诉求。那么金国先生是1987年1月13号过世，那么按照宪法他过世之后，李登辉先生当然就变了总统。所以台湾的民主政治在金国先生过世的前几年已经成了形状了，就是反对党已经形成力量了，因偶然有示威啊，然后呢这个反对政府的言论报纸什么等等也不断的这个出现。那么当本省级的李登辉先生当了总统之后，1988年之后，那么当然在外面的情势以及他本身有强烈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政治理念之下，当然就加快了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所以从那个年代一直到今天，台湾一方面可以很骄傲地说是我们华人社会5000年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华人社会啊，或者以华人为领袖，或者中国人华人领袖的一个地方有这么样的一个民主的开放。那么我相信在座几乎没有一位啊没有去过这个台湾，我想很多位去过很多次，有很多当然是从台湾过来的啊。当你去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旁观者，可不可以旁观者，有 bystander 啊，尤其是到晚上啊，尤其大陆的朋友到了台湾去之后，晚上啊，这个最最有趣的是啊，不是到夜总会，是回到旅馆里头啊，就打开那个电视，那里就是夜总会嘛，啊，那里不同的电视台拿各种不同的方式在批评，在谩骂，在羞辱执政党以及领导人 right， 像个马戏团的表演一样。所以大陆团到了台湾去之后，现在是不是有不知道，一度还要点名呢，大陆同胞到台湾去旅行，晚上好像10点钟11点钟点名呢，说不能够一个不能跑掉，说你我不会跑掉，我马上赶回来就要看那个戏啊，都要看那个政治秀嘛 political news 有没有。好了，旁观者可以把它看成笑话，或者看成是个 entertainment， 或者是看成是个闹剧啊。当事人哎，我现在在台湾生活，我是 part of 台湾 society 啊，那看着当然这看法就不完全一样，就是觉得民主政治啊带来台湾这么样的开放， tremendous 的开放。假定我今天把我的中华民国护照拿来给诸位看啊，你们能相信吗？当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我进过那个快速通关不到10秒钟 right， 不到10秒钟放进去，门打开一过去走掉了，前后绝对不会超过30秒钟，我就从台北离开到全世界去。如果我是个 criminal 啊，他不知道我已经犯了罪，30秒钟就出去了，回去也是一样哦，回去一弄门打开，你就那天害怕你做坏事的话是吧，进去出不来了是吧，那也30秒钟进出，不要填任何表格。你到美国去行吗？你到日本去行吗？当然不可能吧，怎么可能当年这么样的解严的，对大陆这么恐惧的，或者政府管的还是蛮多的，怎么样能够进叫30秒钟，出去要30秒钟？ Incredible。 跟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也许没有26个或者27个，那当然是 very limited，而且那些国家讲实在话，你没有很棒的地理知识都不知道它在哪儿，都在哪儿，凡是你知道那些国家跟台湾都没有我们外交关系，但是怎么样呢， so what， 对不对？so what， 今天中国大陆
当然是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在至少150个国家以上都有外交关系，对，当然是嘛，如此嘛。可是你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不见得比今天台湾护照来的更方便。今天我到欧洲去，欧洲当年当然非常麻烦，你申根签证之后可以走遍天下，现在大概有将近126个左右的国家，我们台湾进去是不要签证的。That's incredible, right? 所以事实上，台湾享受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地位，可是在某些方面，尤其表面看起来，他常常没有得到他应当得到的这个重视。所以呢，你作为一个台湾人啊，就是看你在哪一个角度，一方你觉得好兴奋很那个，一方也觉得很委屈，一方面很委屈。好了，让我呢，如果是今天大家对于台湾呢、啊，这个如果在台湾，对不起啊，尤其是碰到一些外来的客人哈、啊，我想包括外国人，包括比如说香港也很好，包括大陆的朋友也很好，说你先看了那两张表，你看了两张表之后啊，这个台湾的人呢、啊、就充满了自负哈、啊。这个资料是去年12月份的时候啊，当然现在最有名的一个杂志就是《Economist》，那么他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辅助机构哈、啊，这个出了这个每一年在12月份出一个非常非常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资料。叫 The World In， 因为它是2012年底出的，当然2013嘛，所以 The World In 2013， 在 Year 2013那个里头，我当然有page number，你翻下就可以了。说如果是你生在2013年，你要生在哪个国家，你是最幸运的？哦，台湾少子化，大家都怕，对不对？你生怕你生不逢其时，对不对？好了。我一个坏习惯，当我看这个标题之后，它是有80个国家，它有 ranking， 当然我就猜了，对不对？猜台湾排在第几名，这个大陆排在，我见到大陆，对不起啊，然后是香港，这几个我觉得熟悉的，我就想哪些？好，一方面我在猜这几个，尤其台湾在排在第几名的时候，我脑袋里当然马上就想到传统的，在我脑袋里的5个我很炫目的国家，所谓高手的国家。美国排第几名？英国排第几名？法国、德国、日本，对不对？你当然可以加北欧，就这5个是我最有兴趣了解的。台湾第几名？我很了解，我想知道。啊，大陆第几名？我想知道。然后呢，法国、英国、德国、日本 ，Can you believe it？ Can you believe it？ 刚才我讲那个5个想象的国家，没有一个比台湾排名在前面。如果你在2013年生在那5个国家，你倒了霉。你生在台湾 ，Congratulations， you were born in Taiwan。这不是台湾讲的，那个杂志讲我们马先生有点脑袋有点不大清楚，那个是吧？说是我们马总统有点 stupid， 就那个是吧？是吧？就那个是杂志办的，就那个杂志说的。好，我们第几名？我们第14名，香港第10名，香港第10名啊、哦。所以你在今年的小孩子，你的孙子也好，你的生了个儿子也好，女儿也好 ，How lucky he is or he was。他在这里出生了，这一年，香港第10名，上面都有啊，你们看了吗？呀，香港第10名，对不对？好，中华民国台湾第14名，我对这个想象的德国跟美国第16名，啊，日本第25名，我们叫韩国啊，中国人台湾人对这个韩国有点 apprehensive， 19名，法国26名，英国27名 ，right？ 中国大陆49名，然后俄罗斯、印度66跟72，啊，这第一个表。所以如果是你今年生在台湾的话 you're quite lucky， OK。 好，第二个也是台湾呢这几年以来觉得也有点自信的，就是我们不要只算所谓 nominal per capita income 啊，我们应当要有经过这个叫 PPP， 叫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adjustment 之后的这个数字哈。你看哈，台湾拿到这个一般讲的这个 money GNP per capita 是2万2000块钱，就是讲今年预测2013年啊，他们的预测，可是我们经过了所谓评价购买力评价指数的调整，台湾真实所得是45000块钱哦，所以 again， 台湾是45000，不是2万多一点点哦。如果是45000的话 ，again 我就想到了啊，那些北欧的国家呢，那些西欧的国家呢，他们到底怎么样？你看看台湾的 real adjusted 的话，超过了瑞典、加拿大。丹麦、德国、英国、日本跟法国，也不能想象吧？我们比日本有钱呢，我们比法国人有钱呢，我们比什么？我们比德国人有钱呢，我们比丹麦人有钱 ，right？ 你看呀 ，again， 这不是我们在同一个机构做的吗？
啊，抱歉，我上面没有讲香港，香港比台湾高，新加坡比台湾高，所以在四小龙里头啦，这个韩国跟台湾啦是这个 low layer 下沉的两个，而新加坡跟香港是 top two layer。 所以在香港你们尽管也有很多很多的好像不好怨啊或怎么样，但是 by and large 啊 you are doing quite well。 这就是我想起啊，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常常到那个时候到台湾去旅行啊，来开会的时候就说，他到台湾来参加这个经济发展会议，那个是1980年代的时候，我在国外教书，可是暑假我也是被邀请过来，因为我既是好像美国教书，又是在台湾这个长大的，所以参加那些会议的时候啊，就很有趣啊。美国的专家学者、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都很称赞台湾，说你看你们的经济成长率12%，有的时候啊，你们的通货膨胀2%都不到，失业率是1.8%，这个数字也太好的不得了，都称赞。可是当地的，就是从美国念的书回来的经济学家，台湾已经有了，已经有很多位很出名的，就是 no， 我们有好多好多问题。所以常常之间呢有这么一点争议。结果耶尔大学那个时候教授很有名的一个教授叫 Rennes 啊，他就说了，他就有一个很高的比喻，他说我们从望远镜从长距离来看台湾的经济啊，就像一个美人啊，一个 beautiful lady 脸上的一个什么一个黑点，我们跟着距离看是一个美人痣，你们台湾望远镜一放，显微镜一放，是个疤。所以真相呢，它就是没有变，看你的距离，看你的 distance， 看你是 macro 来看，总体来看，还是你 micro 来看。好，这里大家又有个现象可以感觉到，如果你到台湾去啊，如果是你看我们台湾的报纸，刚才我讲的电视台，好像台湾活不下去了，对不对？天天简直不晓得怎么样。可是你说我当一个 tourist 去待一个礼拜，我觉得好得很，我还带我孩子来，我还带我的太太来，我还带我朋友来，这好得不得了，怎么会有这么个 disparity？ 哎，很有趣啊。当这个社会是开放的社会，像台湾一样，当这个社会言论自由100%自由的，像台湾今天一样，你看到的都是 critical 的，都是批判的，都是责骂的，甚至夸大的。可是私下你跟我聊天，你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哎呀，我们这都蛮好，有没有？是好。如果你到某些地方，我就不要讲哪个地方了，对不对？听到的相反，官方的电视一片大好，你只要一上计程车就骂，对，看到的人也在骂，刚好是相反。所以一个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你看到的是一片不好，私下大家都觉得还 OK。 相反的呢，就是表面很好，但是这是个 disparity 哈。好了，现在我讲了这个台湾这两个情况之后呢，我能不能够允许我在输印了三个美国的这个名字啊，我觉得他们是很值得尊敬的，是很有影响力的，这个三位刚好他们三个的名字啊，最后的名字啊都叫 Friedman 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的名字 Friedman 哈。第一个我讲的你们大家很熟悉，就是 Milton Friedman，他到过香港来好几次，有没有？是我们真的是市场经济、自由经济的大师里面的大师。那么当然得过诺贝尔经济奖，他现在过世了。那么刚才讲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也就是当年他提倡的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那么我看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哈，把它写成中文，把它写了篇文章介绍出来哈。所以他就不断地强调，一个社会要走向富裕的话，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市场的力量。你一定要 respect， 你一定要 believe in 这个 market mechanism， 我们讲 market system 或者讲 market forces， 意思都很接近。 OK， 如果今天我们讲到台湾的生命力的话，台湾的生命力可以比现在好了很多很多很多，如果今天台湾的政府减少它的干预，更相信 market mechanism。我把今天台湾的一些混乱的现象啊，给大家归纳成三个名词。如果你今天台湾，你的执政党现在是国民党，当你要做任何改革的时候，年金要改革啊，大学的学费不行啊，我们的电价太便宜啊，我们的水价太便宜啊，我们的油价太低，对不对？不是吧？是如此啊，要改革，但是你逢改就必反，不分青红皂白，你要改革就反，逢改必反。所以第一个，你看到的乱啊，就是要改革嘛。第二个呢，
逢涨必反。你要涨就反，对不对？你从那些电费、油费、水费、学费，然后说故宫啊要涨也反，对不对？故宫的时候有人说，来的人大陆最多，大陆有钱呐，加他两倍啊，等于纳税嘛，对不对？啊，可是我们自己台湾人还是要付啊，不行，逢涨就必反。我告诉你，第二个、第三个就敏感了，逢中必反，只要牵涉到跟中国的关系啊，是一定要一定反。好，逢中必反里头，我很高兴昨天碰到一位这个大陆来的朋友，那个有几个记者朋友跟我跟王发先生两个见面，里边有一位北大毕业的，他说他希望到台湾去念书，他说我一看到这个到台湾当这个留学生或者留不了或者是当学生呢、啊，有这么一些规定啊，他觉得他不想去了。我说你很有道理。开会的时候呢，只要有机会，尤其是所谓台湾的官员出席的时候，我一定讲，我说现在目前的陆生三法，陆生就是大陆的学生到台湾来有定了一些规定，我说是一个台湾民主开放社会里面最大的耻辱。好，陆生三法，我不是什么总统啊，我也不是政府官员，我是一个教书的人，我看到我每一个场合都说，我说你怎么可能够把大陆的同学邀请过来，给他们有这么个限制。第一个限制，诸位听到，你如果到台湾大学，如果到台湾的大学，当然包括台湾大学，如果你到台湾的大学去，在台湾的大学，台湾的去念书的时候，第一个不能给人奖学金，第二个暑假不能打工，第三个你一毕业四年或者什么毕业之后马上要离开台湾，因为你留下来抢台湾人的工作，逢中必反嘛，哎，逢中必反。我看你看看新加坡大学，其实上几个月之前我们在台湾，我们远见杂志办了一个高等教育会议，也请了郭校长，也请了新加坡大学校长，也请了这个其他大学校长，国外的、法国的、汉城的、新加坡的。新加坡大学校长就说，我们给25,000美金给大陆的学生来的时候，注意听到，我们要求他拿了学位不能马上回去，给了你钱你要工作3年才能放你走啊。我们这儿的台湾呢，第一次真的不太欢迎你来，勉强来了就请你马上要走。天下哪有这个样子的？我不要问，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这今天在座的啊，当年在台湾念完书到美国去，哪一个人不是靠了美国的奖学金？哪一个人拿了奖学金之后，你真的叫我走我就回来回台湾，但是你欢迎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 right？ 你怎么可能台湾这么开放自由民主讲的那样天头头是道，而这个行为跟一个年轻的大陆朋友看到的是那么样的专制，那么样的这个没有道理。好了，你这么一讲的话，这个台湾是不是当然就陷入了这个无解呢？当然也不是无解啊，这是一部分而已嘛。台湾当然还是充满了生命力嘛。刚才我讲了，我要介绍三个名字啊。第一个叫 Milton Friedman， 他讲 Market Forces 是一个国家社会很关键的原因。因为如此，所以台湾也知道，我们一定要走一条路，这条路就是让市场来刺激、来带动这个竞争力，所以我们叫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那么在这方面讲得很好的，除了 Milton Friedman 之外，有一个大家一定也知道，叫 Michael Porter， 哈佛大学教授。那么我们曾经远见杂志啊，在1997年，请他从哈佛到了台湾做两场演讲，一场他是跟那个时候行政院长连战先生演讲，关的门的啊，给那些部会首长什么，一场是我们办的。这个演讲里头啊，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简短的话，我念给诸位听。他那个时候告诉我们，那个1997年，他说根据我这么多年来研究全世界的竞争力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Ranking， 第一名那个时候美国，第二名香港，对不起新加坡，第三名香港，第四名日本，在那个时候啊。那么他演讲完了之后，就有人问他了，说这个 Professor 这个 Porter， 你能不能够最简单的告诉我们，为什么美国根据你的研究 year after year always ranked number one？他说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因为美国是当前全世界最最开放的社会， The most open society in the world has been the United States, not Germany, not Japan。 他的话讲完之后不到一个礼拜，我们远见杂志有机会啊，到中国大陆事先约好了到上海的这个见啊，会见啊，这个汪道涵先生，1997年啊，他健康那个时候很好。
那么见了面之后，他因为我跟他以前认识很多年，见得很熟，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哎，他说高先生，他说我看到你们台湾报纸啊，说你们这个请了一个美国这教授，这个花了$70,000做个 lecture， 他说有这个事吗？然后有的话值不值得呢？对不对？我就跟汪老说，我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请我们吃饭嘛，对不对？啊，在和平饭店，我说吃饭的时候我给你报告，吃饭的时候来了两个菜，我就机会教育，我就跟汪老说了，我说 Michael Porter 讲，如果一个社会开放的话呢，五件事情同时发生。我说你听到，他下面有数据啊，后面记了。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开放的社会，因为它开放，全世界的人才就走去了。今天你看，所有这些我们的院士们、大学校长们，因为美国开放，这些那个时候台湾的人才都去了美国，包括梨园的等等等等。这第一个，人才走向最开放的社会，对不对？第二个，更重要也许啊，我是 equally important， 资金去了。当大陆经历有3兆以上的人民币外汇存底的时候，他的钱放在北韩吗？他的钱放到古巴去吗？啊，他的钱，你不要笑那样子，他的钱放哪去啊？他放到他当年那个战友，咱们共产国家阵营，放到莫斯科去吗？他一分也没有啊，对不对？钱放在什么？他认为当年的敌人，可是他最开放，这个钱也放到美国去，不是吗 ？Right, the most open society。所以现在美国人也说，共产主义成立以来，说他们要输出他们的革命到国外不成功，他每一天输出百万富翁很成功。OK， 好了，所以一个社会是一个 open society， 人才去了，资金去了，科技去了，最新的资讯去了，然后呢，价廉物美的 goods and service 也去了，那简直是太神奇了。只要你开放，人也来，钱也来，科技也来，资讯也来，品种学来。好，日本呢？日本不差。In the 80s 的时候 ，Japan is number one， 对不对？它不开放，不是那么的开放啊。所以人去吗？你告诉我有多少人去啊？多少钱放在日本去啊？它是不是有全世界最便宜？那没有啊，它有保护啊，它有关税嘛 ，right？ 所以日本人表面上高得不得了，可是因为根据我们的计算，很辛苦啊。所以日本人在东京买一个房子的话很辛苦啊，不像你在香港买房子一样，是吧？更辛苦，更辛苦。所以 Japanese make you feel better。 好，所以开放社会，刚才这两个啊，我在下面很重要，叫 Benjamin Friedman， 也是 Friedman 哦，叫 Benjamin Friedman， 刚刚现在也60多岁了，哈佛大学教授，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这本书呢，你看那个标题啊，你就会猜测跟我一样，叫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经济成长的道德后果。你看这个标题，像我看，哎，我觉得他是不是在讲，如果经济成长的话呢，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开始低落了嘛 ？Right？ 啊，你想一下这所有的问题啊，因为你经济成长，然后你就奢侈，就浪费，就能源，然后就犯罪，然后就吸毒，然后就离婚，然后就手段不公平 ，Right？ 这个都是问题嘛 ？Right？是不是这样子？当然这样联想了。No， 他倒过来，他讲的居然是我们祖先讲的一句话，叫“衣食足才能够讲廉耻”，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经济成长，你的 moral standard 是不能改善的，你的 ethics 是无效的，是问题更严重。所以倒过来讲，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是卫道主义者。你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念提升，品格提升，道德提升吗？第一个条件，你要把经济生活拉高。他倒过来讲，你懂我的意思没有？这 tremendous 的一个对我们讲是 reminder。我们念经济的有点心虚啊，说经济是成长的，但是又发生了这么多问题，所以是不是到底对，是不是怎么样？他倒过来讲，你要把这个做好，你一定要做这个。可是当然我们也知道。市场经济也不是万灵的哦，市场经济常常失灵，对不对？失灵啊，它不灵了，没有 functioning 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政府当然要扮演一部分的角色。这几天尤其在这儿哈，我想你们一定很记得 Margaret Thatcher， 对不对？啊，你们是我不晓得是爱政治这个呀，还是基本上是喜欢他多还是怎么样？我 as an economist， 我对他是充满了尊敬。
我觉得他是历史上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政治人物，能够为了他这个 market mechanism 做了这么大的牺牲，被人家这么大的误解，有没有？甚至于在 funeral procession 的时候，他们还担心里面出现这个几万人的时候，是不是一半是骂他的，一半是尊敬他的，等等等等，有没有？就还好，出来的人并不是很多。所以我在假想这个场景啊，凯因斯过世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英国人啊，这个大经济学家 Margaret Thatcher 当然也是英国人，一个十一年最长的一个女性的一个总理。当这两个人在天上碰头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样 exchange greetings？ 事实上哈，什么叫做一个大国？我告诉你 ，How do you define great nation？ 你真的是会有更多的这个 ICBM 吗？啊，我把第一个人放到了月球去吗？然后是我的飞弹多少个吗？没有的话，至少要学那个北韩那样讲的，他好像不得了的，可以把世界都摧毁了，这就是大国吗 ？How do you define 真的一个 great nation？ 我告诉你，也许事后我们想啊，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出现的人才是全世界几乎共同尊敬怀念的，这个是个真正的大国。如果拿我这么一个空泛的定义来讲的话，那英国人多骄傲啊！他是哪一个国家可以跟我们大英帝国比啊？告诉我哪个国家有过莎士比亚？没有啊！哪一个的国家有过牛顿？哪一个国家有过丘吉尔？哪一个国家有过凯因斯？哪一个国家有过马奎塞丘？当然你可以 argue 我们有罗斯福美国啊，我们美国也有爱因斯坦啊，说爱因斯坦不是你，爱因斯坦是犹太人But anyway 你也许勉强可以学出两三个人来 match 啊 with 这个 talent over a thousand years 这个 British history。 好，英国是个大国，好，我就也不要再花时间。第二个刚才我讲了，就是叫 Benjamin 这个 Friedman。 第三个大家是最熟悉的啊，就 Tom Friedman， 你们 Thomas Friedman 当然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他也是一生里头得了三次这个普利兹奖。那么我们也有机会请他到台湾来啊，这个见面啊，等等演讲的非常非常好。 Thomas Friedman 讲过一句话，大家都很清楚，大家有很多重要的话，他有一句话你们大家都很清楚，讲世界是平的，有没有？ The world is flat。 Again 当我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了，我第一个反应就像刚才讲的第二本书一样，我说 The world is flat？ Is the world really flat？ 我想 The worldIs not flat at all， 对不对？世界怎么是平的呢？如果我要写一本中文书的话，我说世界是平的，世界也是不平的；或者我说世界是平的 ，comma， 人生是不平的，对不对？我第二句话更 realistic， 对不对？好，我们不要挑剔。当他讲世界是平的，是个 conceptual 的一个说法，不是真的他这个到每个马路去量的时候是平的，不有马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 conceptual 什么叫平？就是硅谷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 continental 与 continental 之间，这个什么？这些过去的 barriers， 过去的 boundaries 是越来越消失了，不是没有消失了吗？人移动方便的，资金移动方便的，资讯移动方便的，当然 internet 更不要说了，有没有？ internet 真的就是 the world is flat， right？ 任何人，尤其是 internet， 当他写这个 internet 还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因为他这本书几乎有十年以前了。好，但是白人老九我们介绍的观念就是说，因为世界是越来越竞争，彼此之间障碍是越来越少，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个竞争所带来的后果。竞争带来的后果是你非得怎么样，你非得要不断的上进。所以我们今天讲二十一世纪的关键的因素，当然不是 labor， 当然不是土地，甚至于不是 oil， 它很珍贵也不是，它是 knowledge。 所以我们讲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你跟我们都是 knowledge workers， 我们都是知识工作者。知识工作者有很多好处，但是有个缺点，就是你要不断来增加你的知识，否则你就 out of date。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写过一本书啊，叫阅读要救自己，对不对？阅读也可以救人救别人，阅读也可以救社会，阅读也可以救世界。那么也许也大家讲现在啊，这里这么多教育家在里头，而这个阅读啊，我们讲上课，我们讲教书，
当然不只限于教师而已，我们这里有很多方式。你今天听个演讲，如果这个演讲还可以，大家吸收了一些，那也是知识。你上网看很好的很好的 TED 的演讲啊，然后你参加很多的论坛，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增加知识。但是如果你知识落后的话，那你当然个人也好，社会也好，那就被淘汰了。好，我讲的这些啊，把这三个放在里头的原因呢，就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教书的人，偶然写文章，偶然参与了这个办这个杂志或者书的话呢，就不断地提醒自己，这就是我们在台湾过去30年所希望做的事，就叫传播我们认为啊，一个社会应当要有进步的观念。什么叫观念？什么叫 ideas？ 对不对 ？ideas， 你这个广义的说，是这些看法、这些观点、这些立场、这些价值判断，啊，如果是能够同时做到经济成长、社会公平、永续发展，啊，那个这是我们讲的，这就是进步的观念。啊，如果你把进步的观念翻成英文，大家都知道 progressive ideas， 对不对？可是好像英文里面不大看到啊，叫 progressive ideas 这个话，你翻到人家也懂吗？杨金邦英文人家也懂啊 ，progressive ideas。哎，有一次我跟王发行人，我们到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的 headquarters 啊，在这个 Boston， 说那个时候我们跟他协商，说能不能够把 Harvard 商业评论英文版，这个繁体字、正体字啊，让我们台湾的出版，我们就去了。我们一走进他那个 building， 他自己有 independent build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的 building， 一进去啊，居然看到三个英文字，这三个英文字啊，就是 convey 我脑袋里想的进步的观念，叫 ideas with impact。 Harvard 商业评论要写的讨论的是那些有影响力的观念，懂不懂？叫 ideas with impact也 OK 了，我讲的是进步的观念，我们东方人讲 ideas with impact。 今天你注意听到，如果你要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里面很关键的一个数字是 at a given point of time， 是哪一年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里头50%啊是来自于私部门，来自于 private sector， 不是来自于 government sector 或者讲 public sector。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 long way to go， long way to go，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给所有的政府，当然包括大陆政府，一个更大的理由，说我要来救这个经济，救经济政府要花更多的钱，我要盖更多的铁路，干嘛？这完全嘛 ，public investment， right？ 是民间呢受到相当的萎缩，民间相当的委屈，资源就从这里啊 divert 了，所以叫国进民退，有没有？这是不健康的。也许是 emerging 才可以用，就不是长久之计哦。好，我当我1959年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一直到今天，你要问我，哪一件事情使我觉得对美国最不可思议的，这个是使我太不可思议了，跟我的父亲的职业有关。我父亲是一个军人，他在兵工厂做一个文书文职的少校，兵工厂，所以我是在南港的眷村长大的，然后到国外去念书。所以我脑袋里面想，哇，这个美国是全世界的什么自由世界的军工厂，对不对？它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嘛，对不对？最新进的武器，那么当然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兵工厂。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看看他们的兵工厂，看看多先进。美国多少兵工厂是政府的 ？Zero， 你能想象吗？全世界有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武器的美国，居然没有国营的兵工厂，这太不可思议了。谁造的？波音公司造的。谁造的 ？Rockwell 造的。谁做的？都是民营公司。Over the years， 我们在报上也看到过啊，美国的那些人把他们的军事武器 ，I'm sorry， 军事秘密不是吗？透露出去了。有的时候中共也常常花了很多钱去了。哎，每一个如果发生这种事情，都是军方没有民间，都是军方没有民间。所以那个社会里头，连最最最最所谓机密的武器都可以相信民营企业，那么你想想看。所以民间来关监狱，民间来关什么？那个管那个什么？那根本是司空见惯，我们几乎都不能想象，有没有？台湾今天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个 Milton Friedman 这个市场机制的这个声音还不够大，也就是说白吃午餐这个气氛是越来越重。好，那么生命力来自于哪里呢？哦，当然，因为是这么自由开放嘛，你可以讲你所要做法，你要 pursue 你的事。
台湾最令人感动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有一个新的一个 value system 出来了。这个新的 value 真的是我有 talent， 我自己努力，我自己奋斗，然后呢，我可以在很多很多小小的情况之下表现出他的才华。就是今天如果是你，我想在座一定有很多人有机会到台湾的乡间，不要老在台北高雄，你到苗栗，你到宜兰啊，你到台东，你到花莲，好多好多的民宿都是几乎当地的人回到家乡很好的学位，念农的，念理工的，念化学的，说我想清楚了，我就来这里搞一个非常非常雅致的有气质的一个小农场，一个小空间，一个小休闲地方，一个小书店，一个小咖啡馆，遍地开花，那正是台湾的软实力。你就跟他聊天的时候被他们感动一秒，因为他非常 knowledgeable， 而且他爱他的工作，他热爱他的工作，就被他感动。你起来他给你烧早饭吃，哇，真的是个化学博士哎，或者是他刚刚从 Silicon Valley 回来的，或者他在高雄园区，在新竹园区待遇很高，他钱也好像够了，他就我要回归园，这种就冒出来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台湾的生命力的一部分。那当然刚才我讲的小的，我们讲今天台湾，如果我讲这些名字啊出来，你们基本上都知道这些名字。你像朱敏、林怀民、李安、王永的这三位，当然是我们典型的在艺术在这个表演啊表演界了，这个是非常杰出的啊，世界级的人物。好，台湾另外有三位哦，也是世界级的企业家，王永庆、张忠谋跟郭台铭，对不对？尤其是两位啊，像王永庆、郭台铭都没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这里在文学方面，像余光中、齐邦媛、白新勇，还有我们的龙应台龙部长，非常非常优秀的。比如我们在一般的话，你听过吗？陈树菊啊，一位台东的啊，一个菜农，那么样的这个有这个公益之心，然后设计的吴奇刚，然后呢这个面包这个达人啊，这面包大王吴宝春，有没有？这些呢都是代表了台湾之光，都是民间的啊。我说如果是你要来把它归纳起来，如果是台湾生命里有一个共同的分母啊，共同的分母的话，我想他们有这几个元素，大家参考。我觉得这些人呢、啊、都还有理性的脑袋，非常理性，非常 rational， 然后呢他们有很强烈的人文性，然后他们也有中华情，然后呢他们也有奉献参与的热情，然后也有世界观。这个五项是我常常勉励台湾，而我也感觉到刚才讲的我这些名字里头啊，这些都有这些元素在内啊。所以台湾这个社会它尽管觉得有点闷，刚才啊也许聊天的我们再聊怎么样比较闷一点啊，但是民间的力量是非常的大，有两成社会，一个 public sector 的台湾使人有一点点失望，可是民间的台湾基于刚才我讲的各种理由，包括企业界的，包括文艺界的，包括创意的，包括文学的啊，包括出版的，真是充满了各种表现的机会，没有人给他们任何说你不可以做的事。如果你做不成功，关键是你自己，不是政府。可是台湾今天还需要加强的，就是要政府要管得更少，让民间的力量要更多，而且我们的民间一定要有一个自我的道德良心的反省，那就是当你得到了啊社会的福利，政府的这些福利，你应当要付你的成本，使用者是应当付费的，天下真的不应当白吃午餐。好，谢谢。